美美姐，今天我们来帮您把货打包发走。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您的货。姐，那现在给您打包啦。那现在打包完，我们就去寄快递喽。爬山坡，爬到了山顶，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，听到我歌声的小哥哥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啊，看到了满天的红路灯。美美姐，那现在寄完快递我们就先回去啦，收到货记得给我们点赞和通知我们哦。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，点订阅加入我们吧。